你好，我是郭恩吉，欢迎收看成大医院电视健康讲座。现在几乎是3C 的国度，根据统计，每一个人每一天用3C 的时间已经超过10小时。虽然大家都知道用眼过度会出问题，但真的都是发现眼睛有状况才懊悔哦。那我们今天讲座就要锁定青光眼，也是一个视力隐形的杀手，希望唤醒大家，特别是高危险群，一定要注意相关的症状哦。那在节目现场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是成大医院眼科部林一煌医师，我们请林医师先跟观众朋友问好。各位观众好，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我是成大医院眼科林一煌医师，大家好。好，欢迎林医师哦。那我听过有人称这个青光眼是视力小偷，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视力隐形的杀手。那请医师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什么是青光眼，对眼睛会造成什么样比较严重的伤害？好的，其实青光眼基本上它是视神经造成病变之后才会造成视力的损害啦齁。那一般来讲，青光眼通常有一个比较重大的表现，就是说视野会有缺陷，尤其是越晚期越末期的青光眼，视野的缺陷会越严重。那视野缺陷如果说严重到连中央的视野都受影响的时候，这时候其实就会对我们的视力对日常生活造成非常严重的危害啦齁。所以那种缺损的状况是说都是从外围然后一直到这个眼睛的中心点的位置，还是说缺损有不同的表现吗？眼睛的周边视野，尤其是外侧的部分，其实非常广，大概有接近90度，中间有鼻子的部分挡住，可是也有大概75度左右的视野。那其实非常旁边的部分我们平常不太容易注意到，可是青光眼通常在初期的阶段就会从我们的周边视野造成一些破坏。那一般人在这个阶段其实不会有什么明显的感受，可是慢慢发展到中期甚至晚期的时候，周边视野都受到了破坏，等于只留下中央视野的时候，这时候可能有的病人就会慢慢有感觉，比如说开车出门会看不到旁边的车，容易发生车祸，或者是东西掉了他会无法察觉，这样等于视野只剩下中央的部分，所以常常都要转头转很大的范围才能看清楚原本看得到的地方。这时候常都是中期甚至晚期的青光眼，这个阶段的青光眼其实对视力还是对日常生活都已经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了。是，医生，我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取名青光眼是会发出青光吗？是不是很多人问你的问题？其实是这样，在急性青光眼，尤其是像鱼角闭锁型这种青光眼，原本眼压是正常的，可是眼压急速上升之后，它视力会有一些光晕产生，是有一些彩色的光晕，所以有时候根据病人这样的描述，会看到一些像绿光的部分，可能就是古老的一些取名的来由来这样子。对 OK OK。好，我想对多数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比失去视力还来的可怕，所以一定要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会造成青光眼。其实青光眼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眼压上升啦，不是100%绝对是由眼压上升所造成，可是绝大多数的病人通常会表现出眼压上升的一个状况。是，那眼压基本上是因为我们眼内本来就99%都是水，那眼内会制造一个眼内的前房水，那这个前房水经由我们的睫状体制造之后，会从鱼角的这个结构排除掉。那只要制造跟排除两者不太平衡，这个状况就会造成眼压上升。那眼压一旦上升，就会压迫我们眼底的这个视神经盘的部分，造成这个视神经的受损萎缩这样啦。
好，那医生除了这个眼压过高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听说还是蛮复杂的哈。嗯，当然，我们就有一种蛮特别的青光眼，叫正常眼压型的青光眼。那这个大概是跟身体的循环，跟血管部分、跟血压、跟一些心跳部分，可能有一些相关。不过这个都还在研究中，对。那像类似躲在那个棉被里面看这个手机是很伤，但是会有青光眼的状况吗？可能没有很直接的影响，可是手机的亮度其实蛮亮的，尤其躲在棉被里面，其实瞳孔是放大的，所以这时候眼睛的进光量是非常的多，等于说我们的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有可能会因为强光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可能跟青光眼比较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可是对眼睛、对视网膜细胞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好，了解。好，那我们当然眼睛是灵魂之窗，很重要。那一旦这个，比如说我们视力受损之后，这个就是没办法再复原嘛？青光眼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视神经的受损。那我们了解，神经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再生的能力啦，齁、okay. 包括我们应该有一些经验啦，齁、都会听说，像脊椎受伤或者是脑部中风受伤，对，那脊椎或脑部这些都是神经元高度集中的部位，是，那这个恢复的空间、恢复的能力都是很有限。那青光眼也是啦，齁，视神经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之后，其实我们治疗的目标大概只能尽可能维持住这个视神经的状况，要逆转回来，要让视神经再生，这个大概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哇，那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哈。那就我所知道，这个青光眼比较危险的地方，就是它可能这个无声无息就慢慢伤害你的视力哈。那哪些人容易发生青光眼？也请医生好好提醒一下，所谓的高危险群哦。好，关于青光眼的高危险族群啊，齁，基本上有一些族群是特别容易好发青光眼的啦，齁，那基本上青光眼常跟家族史是有直接的关联，这样，对，尤其是像比较慢性的这种视力小偷的这种鱼角开放型的青光眼，这种对这个家族史的关联性就相对比较强烈。是。那另外青光眼通常是年纪比较大的病人比较有机会发生，一般来讲是40岁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转折点，这样40岁以上，对，大概就会需要比较注意有没有青光眼的状况。另外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糖尿病患者长期以来他本身糖尿病控制不太好的话，也是相对比较容易发生青光眼，尤其是末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病人，然后常会在并发一种非常可怕的新生血管型青光眼，这种青光眼常常是非常难治疗，视力常常是会难以恢复的一个状况。另外像有一些高血压或有心血管疾病的病人，本身血液循环的状况比较不好，这种病人有时候眼压虽然不高，可是有可能会并发一种正常眼压型的青光眼，然后眼压可能常量出来都是在正常范围内，可是因为血液循环不足的关系，造成视神经逐渐的萎缩坏死，这种病人也是有可能会引发这种正常眼压型的青光眼，然后那另外像高度近视的病人，这种病人本身视网膜视神经状况会比较差一点，这种病人也是要注意有没有青光眼的状况。那另外就是长期如果有类固醇的使用，我们知道类固醇在部分族群的病人，尤其假设本身就有青光眼体质的话，对，是特别容易诱发眼压上升。那如果有长期使用类固醇的状况，比如说有虹彩炎需要使用类固醇眼药水，或者是像角膜移植过，需要长期使用这种消炎的药水，甚至有些是全身性的疾病，比如说像免疫系统问题，需要使用类固醇来治疗，或者是像器官移植的病人，为了抗排斥的效果，需要长期使用类固醇，这种状况其实有时候也会造成这种青光眼的发作的现象。那这些族群基本上是会需要特别注意有没有青光眼的可能性。
是。那如果是您上族群后，就一定要特别注意哦。那并且进行这个定期做眼科检查。那医生，我们大概多久要检查一次啊？如果只有青光眼家族史，然后没有被证实过青光眼的话，这样可以去眼科诊所或者是大型医院也可以做一个青光眼相关的筛检这样啦齁。那如果说发现似乎有青光眼的倾向，可是还不太确诊的话，那这时候大概两年左右做一个青光眼的检查，这样都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时间点啦齁。是。那医生所掌握到的资料，目前这个罹患青光眼是很算很多吗？就是根据健保就医的统计结果来看啦齁，大概从过去的十几年间，青光眼的患者是逐年的在上升啦齁，包括可能民国九十几年大概是十几万人左右，还不到二十万人，可是到了一百年后齁，102年的统计资料大概就有30来万人了，那105年的统计资料，对，那这个也有到大概36万人左右，估计2020年可能会有到40几万今年来讲应该是有40几万左右的青光眼患者在就医啦齁。那这是已经在就医的患者啦齁。那因为青光眼通常早期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应该在我们全国的族群当中是潜在有更多的这个青光眼患者，只是还没有被诊断，还没有规则的就医这样啦。是，而且根据我的资料齁，就是青光眼是我们国人数一数二的失明疾病哦，而且不只是在国内重点防治，也是全球防盲计划的一环哦。所以我们要战胜青光眼，就是让全民对这个疾病有正确的认识哦。那我们来谈谈这个青光眼常见的症状大概哪些？以前面提到的这种视力小偷慢性的青光眼来讲啦齁，通常早期甚至中期阶段不太有什么症状，因为在这个阶段来讲，其实两眼的视力都是正常的，可是周边视野会慢慢出现一点缺陷。那一般人因为青光眼是一个非常慢性眼镜的一个结果，通常从正常的视力到出现视野的缺陷，甚至到更严重一点的失明，这可能都要十几甚至二十年的时间。对，所以其实每天视野减少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这个真的在早期甚至中期的阶段都不太容易察觉到视野的丧失。对，那到比较中晚期的时候，这个视野有比较重大的损失的时候，这时候常其实青光眼都已经算是相对比较严重、比较难以控制的阶段，所以定期的健康检查，然后包含眼睛的部分，对，这是一个筛检青光眼蛮重要的一个步骤。这样，那患者他如果疑似的症状哈，那我们怎么样做进一步的确诊？基本上青光眼的诊断目前比较重要的诊断工具就包括就是，我们需要测量患者的眼压，那检查患者的眼底，我们主要看视神经的外观有没有明显的萎缩，那这以上这两个检查是在诊所都可以完成的。那一些比较进阶的检查，比如说视野检查，或者是我们做的这个 OCT 检查，光学共轭同调视网膜断层检查，对，那这个大概是视野跟后面的这个 OCT 检查，大概就要在医学中心比较能做得到这样。所以是，其实我们可以在诊所先做个筛检的一个动作，如果说眼压有确实上升，那再加上眼底的视神经看起来有萎缩的一个现象，这时候大概就可以考虑再转到医学中心进一步做青光眼的检查这样。对，刚刚这医生稍微提过齁，但很多人跟我一样会有个误解，就是认为青光眼的眼压就是比较高，不过医生刚刚提到的是有一部分眼压是正常，但是确实有青光眼的。是的，我们眼压对照身体的其他指数，比如说心跳、血压，或者呼吸次数，这些其实有点类似的特性，就是一天24小时都会有蛮大幅的波动这样。了解。对，所以眼压其实很特殊的状况，就是说
我们的眼压根据美国眼科医学会发表的研究结果，大概在凌晨的12点到凌晨的5、6点之间，这一段时间才是一天当中眼压最高的一个时间点。那因为我们平常就医的时间不是上午或者是下午，对，比较难碰触到凌晨的这种真正眼压比较高的时间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医疗院所其实量到的眼压不是真的很高，可是在夜间的时间其实有可能眼压是高起来的，这是一个没有真正量到眼压高的部分。再来还有另外一种病人，他本身眼压是24小时真的不高，对，可能就是白天可能就10出头到晚上，嘿，到顶多15、6，嘿，这个完全都在正常的范围内。正常我们是抓20以下的眼压是在正常范围内，是，对。可是这样的病人，他可能是因为心血管疾病的关系，导致视神经的循环不佳，这时候就有可能造成一种正常眼压型的青光眼。所以眼压完全正常之外，我们也要做一个视神经的检查或者视野检查，才比较能确定是否有这个正常眼压型的青光眼。是，听起来这个青光眼是非常复杂哈，那还是要根据所有的资讯，让专科医师来做完整的一个判断。那医生，我们一旦这个患者罹患这个青光眼，你们的治疗的模式大概有哪一些？一般来讲，现阶段青光眼的治疗是以点药为主啦哈，是我们治疗青光眼的目标主要是以降低眼压来防止青光眼的恶化，因为通常是眼压高起来的这一段时间比较容易造成视神经的萎缩坏死，对。那我们如果说有方法可以控制眼压，那这样就可以防止青光眼持续的恶化这样。那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点青光眼的眼药水，是，对，我们现行在国内可以取得的眼药水大概分为4大类啦齁，那个别有个别的效果这样。那以青光眼眼药水治疗之外，我们还有青光眼的雷射治疗，然后也有青光眼的手术治疗。那一般来讲我们是以点药为主，那如果点药效果不佳，或者病人对药物有过敏不适合使用药水，这时候就会考虑做这种雷射比较侵入性的治疗，甚至动青光眼手术来控制眼压，来维持视力这样啦齁。在这个4大类的药水当中，比较好奇是它副作用当中一个前列腺素，它的副作用竟然是会让这个睫毛变长，是这样子吗？没有错。那青光眼4大类的眼药水，其实最有效的眼药水，降眼压效果最好的就是这个前列腺素类的这个青光眼药水。那这个药水有一个蛮明显的特性，就是它使用长时间之后，眼睛会容易比较红，然后睫毛会长长长粗这样。那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副作用啦，尤其是在睫毛长长的部分。所以市面上也是有一些生睫毛液，其实它的成分跟我们的这个前列腺素的青光眼眼药水，它的成分是蛮类似的。对，蛮有趣的哦。那我们在滴这个眼药水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事项要跟观众朋友们说一下？我们在点眼药水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按时点药，因为我们用的这些药物，其实它能有这一个好的降眼压效果，就是因为要在眼内，要在身体中，维持一个稳定的浓度。对，所以像每天点一次或者每天点2次，就是要按照这个时间来点，才可以维持它的药效。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忘记1、2次，对，那其实如果真的不小心忘记1、2次的话，尽可能也是在下一次就回归原始的这个规则，不用刻意再增加点药的滴数，因为眼内的空间其实是蛮有限的啦齁。我们大概就是滴一滴眼药水就都足够可以达到这个治疗的效果，多滴2滴、3滴，其实眼睛眨一下就被挤出来了。对。第二个疑问呢，就是我们滴眼药水的时候，有时候滴不太准哈。是。那个量怎么样进入？就进入眼睛的量，那怎么算？比如说，如果滴不准，那我们再多补几滴嘛，这样可以吗？
如果是真的没有低低准的话，大概就是低的技巧可能有点问题，是可能会需要旁人先协助一下。对，那再来的话就是如果说有确实眼睛感受到眼药水滴入的话，这样其实点入眼睛的量都是够的，就够了。对，只要眼睛两眼眨一眨，眼球在眼睛里面上下左右转一转，其实药物分布都会很均匀。哦，了解，好，不用太刻意啊，哈，对不对？对。那我想治疗方式，刚刚医生提到这个，还是我觉得应该是安全上考量哈，所以原则上优先我们就是使用这个局部的药物。那什么样的情况才可能进阶到比如手术这个？我们有四类的青光眼药水啦，哈，除了前面提到的前列腺素这一类的眼药水，对，我们还有贝塔，这就是所谓的这种乙型阻断剂的眼药水，然后也有这个阿法2的这个促肾上腺刺激素的眼药水，是，然后还有另外一种 CAI 这一类的眼药水，那个别的效果都不太一样啦，吼，它造成降眼压的效果也不太一样，所以四类的眼药水其实是可以互相组合这样。对，那因为个别有个别不同的作用的原理，所以基本上不同类的眼药水同时拿来点的时候是有叠加的效果，所以我们用了一种眼药水效果不好，可以加第二样，可以加第三样，可以加到第四样。可是万一有一些青光眼的患者，他真的疾病已经到非常难控制的阶段，点了四种眼药水，眼压还是控制不住，视神经持续的萎缩，视野的缺陷，对，持续的扩大。对，那这个时候就可能要考虑从外界来介入，比如说做雷射的治疗，或者甚至要做青光眼的小量切除手术。对，其实提这么多，我觉得很多人还觉得说啊，提这个如果一旦罹患这个青光眼，会担心是不是会失明？是，那以青光眼来讲，其实像国内来讲，诊断青光眼大概最后会有四分之一左右的病人造成失明。那会造成失明，其实主要都是比较晚期的诊断的病人，才比较容易有这样的状况。其实大概有两成左右的患者在一开始诊断青光眼的时候就已经是中期到晚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那这类的病人通常就是预后比较不好的一个族群，所以这类的患者如果一开始诊断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青光眼，这类的患者要特别的认真，特别的规则点药，因为其实所剩无几啦，了解。为什么亚洲人跟欧洲人会有不同的差异啊？亚洲人跟欧洲人其实主要还是基因体质的关系啦。是，对，亚洲人在青光眼的部分，对，的确是比例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鱼角闭锁型的这种急性青光眼，其实发作的比率相对于欧洲人来讲又高出很多。了解。我们一直提到这个青光眼哦，对这个眼压控制非常重要哈，所以我们在整个生活的改善方面，医生有没有比较具体？比如说摄取哪些营养素对眼睛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其实大概就是均衡的饮食最重要了。是哈。那以神经来讲，视神经的部分，大概综合维他命可以多做一些补充这样。那其他像叶黄素的部分，可能跟青光眼大概是比较没有很直接的关联就是了。可是大概在50岁左右，50岁以上的病人，可以考虑使用叶黄素来做这个黄斑部的保护。对。好，那听说为什么这个大量的摄取这个咖啡因也会影响这个血压，这个眼压的部分？有可能，对，但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证据，对，所以咖啡的确，根据部分小型的报道，是有造成青光眼的病情恶化的一个现象。OK， 对，运动方面有没有提醒观众朋友，觉得哪些运动可以帮助我们的？青光眼基本上可以考虑做有氧运动。对，有氧运动其实对于眼压来讲比较不会有太大幅的起伏这样，比如说像慢跑、游泳，对，这些通常是一个比较平缓比较缓和一点，比较不会让
像心跳、血压急速的上升，那眼压的部分也是啦齁、像我们做一些无氧运动，比如说重训这一类、对，那一个比较大的重量压在身上，其实眼压也会上升。那像有些瑜伽的动作，瑜伽大部分是还算蛮缓和的，可是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动作，比如说像倒立，那这个动作就会让眼压非常大幅的上升。对，所以像某些比较极端的这种瑜伽的动作，这个可能如果是患有青光眼的部分，需要避免一下。了解，好，好，那我们像我们今天谈这个青光眼症是民众视力的隐形杀手，如果没有规律的检查或者诊断之后，没有好好来积极治疗，最后都可能演变成失明哈。那特别是如果你有高血压或糖尿病，就要好好的控制，不然会逐渐伤害你眼睛健康。那今天非常感谢林医师的分享，还有观众朋友你的收看，再会。